那么好听，用视报型的，呀，那是高科技的东西才会出现，通常都出现在军事，或者是比较隐秘的一些组织。所以像那个顾客关下去的时候，你不要看到那个车那个超级大的，不要。那个原则上它是非常非常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它那个超级超级大的，就跟后面那个台湾地图一样。没错 ，OK， 对，双手拿着它，来拿拿，你这样拿着，不要放掉，就这样不要动，好。只要看到贝斯特离开，我们就放别人的地方，好不好 ？OK， 贝斯特。所以你现在你想说，贝斯特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？因为你会是假肢。你开始有了一个觉察，不错哦 ，Good， nice。我没有 ，I didn't do punishment on you。我没有要处罚你，因为这个处罚没有关系，这是教你如何去远离疾病。Okay. So， 最后。他们就被救了。一旦被救的时候，就做一个 integrate， 整合这所有的世界，整合这所有的世界。我完全到没有突然间到很深的地方，然后就。Yeah， 所以呢，各位，就是要宣导这一块，是要告诉你，如果你们有机会，而且你们明天要比，而且明天要考试的，以后要做摄影考试，对不对？没有。So， 第一个，如果你们有机会，爸爸带你们出去。游泳，尤其是海边或者是河边，一旦真的。